时候我印象不深，会有遇到吃的蔬菜特别少的情况。我爸爸做的西红柿鸡蛋汤是怎么做？就是我们家有西红柿，有鸡蛋，有笋。那个叫什么，就是笋条，笋干吧，笋尖儿，扁尖，对，但是那个笋尖呢，是我们我必须在南京买来带到北京，大概能保存半年。那个是用盐腌过的，对，然后还要放特别大的虾米，那个是我爸爸现在福建嘛，从福建带来的那种，然后还要放榨菜，有的时候再放一点点什么海带，那个叫做紫菜啊之类的，但一般不豪华版的西红柿鸡蛋，对，我们北京就放点葱花，北京有葱花，所以看得出这南方人跟北方人饮食的口味真的是不一样。是我第一次做给我们同寝室的朋友吃，他们就说你的这西红柿鸡蛋汤的料太足了，都看不到汤汁。对，你那是卡迪莱克版的，我们就是 QQ 版的。四季青地名又和西红柿有着怎样的渊源？曾经的西红柿在京城掀起怎样一股东楚狂潮？西红柿减肥、西红柿抗癌，不同时间吃效果却天壤之别。看社区能人做出各种您没见过的西红柿炒鸡蛋。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呀，对于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可能是太过久远了，但是随着时间的车轮往前推移哈，到了七八十年代，可能有一样和西红柿紧密相关的东西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玻璃瓶。一说到西红柿，首先想到的除了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七八十年代几乎家家夏末秋初都会做的西红柿酱了。原来那个一到夏天的时候，那西红柿啊就整筐的卖，买一筐干嘛呀，夏天做西红柿酱，做完了呢，冬天吃，家里做一大溜子，这窗台摆满了。宋阿姨家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做西红柿酱的玻璃瓶子。而说到制作西红柿酱，宋阿姨对那个年代的一切仿佛还历历在目。我妈带着我们做，我们就给打打下手呗。妈呀，又洗了，又烫了，又切了，反正甭管怎么着吧，上大锅小锅的，反正弄完了都蘸得挺满的盐，一锅一锅的蒸。除了大白菜、西红柿酱、茄子干都是当年的冬储菜之一，而现在随着种植技术的发展，冬天越来越多的反季节蔬菜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人们突然之间就忘记了当年捣成泥用手一点一点挤进玻璃瓶的西红柿酱。好像是六几年就开始做，可是那时候呢也不是家家做，在七几年的时候呢几乎家家都做，就这样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了以后吧，就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做了。每当想起那个时代，宋阿姨还会拿出以前的玻璃瓶，用当年的方法做一瓶西红柿酱。虽然冬天家里已经不再需要靠它过冬了，但每次做都会勾起很多当年的回忆。白菜萝卜保平安怎么来的？就从我们小时候就这么说出来的。那会儿是想吃鱼想吃肉，可是呢没有那么多。